我觉得舒服攻略的主题的话，就是舒服可以征服一切。你首先你舒服，你自信，然后你可以解决你所有的困难。它强调的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舒适感，就是自信。听话全都是屁话，不如你先冷静一下，听我的看法，我的幸福来自舒服，而不是你的束缚。因为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管得比较严嘛，然后都会说你要听话，听家里人的话，听老师的话。但是我觉得在你听话的同时，你要有自我的主见，做一个敢于为自己发声的人。在未来的一年，我必须要做一个让大家喜欢的真正的演员。因为在很多观众的定位当中，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演绎的是公主，不管是刁蛮公主、任性公主还是什么公主也好，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可以真正的做到一个特别好的演员。然后我也希望说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勇气很舒适的表达自己的自信感，就像 Snowy 的主题曲一样，从内而外的感到舒适，增加你的自信心，让别人知道你可以做好一切。